快乐，迎宾。新的一年，奥利给！小雨，新年快乐！时间过得很快，奥利给！奥利奥吗？哈哈，不是不是，不是吃的，你猜猜。奥利给，发音很搞笑，不像汉语。在怎样的情况可以使用奥利给呢？奥利给是由给利奥转变而来的感叹词，给力你知道吧？给力是加油的意思。对，所以奥利给也是加油的意思，并且包含了赞美、打气等多种感情色彩。所以如果你处于困难，你可以对自己说奥利给。奥利给。奥利给是面对生活的勇气。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挫折，所以在心理上需要勇气。对啊，迎宾，你觉得缺少勇气的时候，对自己说奥利给吧。好的，翔宇，奥利给。중국어로읽어봅시다。奥利给，奥利给，奥利给，奥利给。今天你奥利给了吗？没毛病，干就完了。奥利给。여러분오늘새로알게된奥利给잘활용해보세요그럼다음시간에봐요再见。